理念和气质，女王袁泉一同出席某品牌时尚活动，两人同框，画面效果是这样的。对于袁泉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，前段时间也在《我的前半生》电视剧中大火吹一把，大家都知道袁泉自身条件就非常的好，身材高挑而且长得特别。本次活动中的袁泉身穿黑色宽松长袖，搭配一条藏青色百褶裙，脚踩一双黑色尖头高跟鞋，显得十分的高挑，整体看上去非常的时尚。不得不说短发适合袁泉，看起来了也是十分干练。袁泉有着精致的五官，虽然说不上很漂亮，但是容易让大家记住。精致干练的短发仿佛又让大家看到谭晶那副干练有气场的模样。作为32岁的李念，想当年蜗居里饰演小三大火一把，之后又嫁入豪门，怀生了宝宝，可谓是人生赢家。出席活动中的李念身穿红色露肩上衣，这件服装非常的衬肤色，搭配黑色阔腿裤，脚踩一双黑色高跟鞋，手上黑色小包包，镶钻的设计显得简单又不失时尚风味，整体看上去高挑又时尚。但是近看李念的脸，这怎么感觉越来越网红脸的趋势，不像以前的那副清纯的模样了，看过了就忘记，一点辨识度都没有。李念脖子脸根本不是一个颜色，还是袁泉更加自然，有木有？这样看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李念看起来这脸上妆容显得有些老气，而且这妆容非常的不适合他的年龄，反而觉得袁泉才是最真实的模样。32岁李念和40岁袁泉同框，虽然年轻了8岁，气质简直就是完败。网友感叹高级脸和网红脸的差距一目了然。